失的中国文物啊，寄托着中国人民的深沉的历史情感和文化记忆。自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，中美双方不懈努力、认真履约，已经促成了15批次的504件套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到了中国。中国的国家文物局将继续积极地履行中美谅解备忘录，与美方建立健全被盗文物信息的通报机制，加强防范打击非法劫掠、盗掘以及走私文物的行为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秩序，为保障文物的安全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两国的智慧和力量。这一次呢，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又向我们返还了这个38件珍贵的文物。那我想这些合作都非常的重要了，显示出中美两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共同的合作。这次的这个行动呢，也是落实旧金山愿景的一个具体的行动，它可以增加两国人民的相互的这个友谊友好啊，我觉得为现在的中美关系啊注入正能量。我们也会非常这个努力的吧，跟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合作，希望有更多的这个通过各种途径吧，来到美国的这些文物啊，能够尽快的返回家园。